呢，其实他已经投了非常好的表现，二又三分，十二次投球内容，但是挂在新赛到底要换哪位投手上？但今天因此好厉害，这个全打大赛的冠军，这个安打的表现，两分都是他跑回来的，这一分跟他有关系，第二分也是，可是对方的那一分跟他有关系。这跟昨天陈子豪很像，打的是他，得分的也是他，是这样子，没错。还以为要换小鸡教练，对，关门了。这时候换上是陈运文上来投球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，今天林子豪在打击这一块，他真的做得太好了。现在整个状况，打击的状况是如此，这比较变动。而且他今天，你看他全垒打比赛，他拿了全垒打，对他的内心当然帮助不大，对心理当然增加不少。场边也这个超跑切后，对，这是一首非常能够炒热气氛的音乐。我感觉拉拉队也玩得蛮开心的。这是大家都见的情况，已经都到了现场，可以好好的来跟着节奏动一动。所以各个年代的族群都来了，我是一代。我连贝雷的音乐都来了，我马上把焦点回到了场上。刚才也被球迷告白的打不一样，要面对到的是陈运龙。那运龙姐姐也有去啊。在红的部分都是来自于红衣 C 位的红石，所以在暗号上面绝对是顺。那不一样，他在寻求这场比赛个人的命运之来打。哇塞 ！Four three， 现场看很震撼哦。那么一样哦。嗯。难怪昨天 MVP。MVP 啊。MVP。很糟糕，黄一哥嘞。时间是把球扫出了场外，在全垒打大赛没打的他，现在加倍奉还，让明星队在八局下半从1-2的落后，2-0。你跟赵奈不串呐？现在来到了3-2超前，看起来完全被他设定到，被他锁住，应该是一个直杀球，看起来。那陈运文的直杀球其实平常在投真的是投得蛮好的。下坠的角度也很快，算是很细腻的一个变化，没有让他们一样变得这么冷啊！一上来呢，陈运文就直接被艾利发红了，所以全垒打还是最快得分的手段。红绕在这次明星赛看到的红绕，接下来叶诺华最棒扫到了中外野，但是杨家比较高，进到了四爷的手套。不过八局下半。我们看到了达波一样狙击的陈运文，接发杨春蛋，让明星队取得了3-2一分的反超前。他不是有选秀吗？